是这次的主持人之一。对啊，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我是江彦成，是蟾蜍记三甲的大帅哥。哦，那请问你是什么色的吗？我是怎么讲？你是什么色？我没有红色。等我一下。什么？你没有色？你没有色？有啦，我有烘焙色、厨艺色，还有重新跟之夜。哇，那你简直就是经历丰富。对啊，伟大的伟人之一。对对对。那请问这是你第一次主持？算，对，算第一次。感想，感想，感想，感想。有在加强，还有更多要注意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你主持的不错啦。江佩佩很喜欢你耶。哇，对，他以后要那个跟你继续合作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已经没有人场了，又还不错。对啊，有要加强，对，有少部分要加强一下。那你觉得这次主持整个活动办下来最困难的点呢？最困难的点就是下面的人有点叫不动。有点叫不动。对。这个我们就要有待。对，就要加强。那你觉得这一次你们那个开头舞勇士舞，你觉得如何？超赞的，练超久了。我看好像看到啊，有人的毛巾还掉了。真的吗？绝对不是我的。还在开头之前就掉了。真的，绝对不是。请看 VCR， 请看 VCR， 掉。江敏，好，看完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。OK 啦，其实这次主办的，我觉得如果100分应该有80啊，应该还可以。我觉得有90啊，有90啊，真的真的。谢谢，今天要跟你握个手，太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，谢谢谢谢，真的真的感动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尾声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观众说？感想或者很有感触的地方，对，都可以讲。超毕业，好想再一次。那个岩壁啊，哦，不要，你陪我好了。你可以，我比较想看到那时候一直还是你，那你要陪我啊，你要陪我。好啦，就谢谢。没有，我们毕业我们就不会理你了。太过分。就谢谢，还有吗？应该是这样子。OK OK OK， 一切尽在不言中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就这样，谢谢。OK 啦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